迎收看多伦多网上电视，我是文世昌。今天我很高兴在这里访问一个从中国来的京剧的演员鲁明先生。你好，你要不跟我们的观众讲句话？好啊，好啊，谈谈你自己这一次来这个地方，你在中国这个情况怎么样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叫陆明，来自于上海，上海京剧院。这次很高兴，能够受到刘伟亮先生的邀请到多伦多演出来做我的作品，我感到非常的荣幸。我呢，本人就是10岁进上海戏剧学校，进行正统的京剧的培训，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到现在，分配到上海京剧院去学习。这次非常荣幸，希望你们喜欢京剧。啊，陆明啊，我知道你11岁 ，11 years old 就开启这个京剧。你的父亲也是这个京剧的演员，你怎么开启的？你为什么对这个京剧有兴趣？因为是从小啊，我父亲也是就是儿女的帮我说京剧的唱腔和京剧的一些基本功，所以我呢也是对京剧是很感兴趣。然后呢，到了11岁的时候，看到上海京剧院，对，是上海戏剧学校正招生，所以我就父亲让我去考试，所以一考就考上了，直到现在已经10年时间。你谈到这个基本功啊，基本功是什么？基本功是什么？是腔啊、坐啊、什么腰啊、腿啊，什么东西都有的，是吧？对对对，是综合功底。概括来讲，京剧呢，有一个叫做四功五法。四功就所谓的唱、念、坐、打。唱、念、坐、打。你跟我谈谈这个唱吧。唱怎么唱啊？这个上体怎么练的？对，唱是如果你进入一个正规的学校的话，老师就会教你许多正规的、很科学的一些发声方法，你就根据这个发声方法去不断的去磨练，不断去学习，不断去实践的话，就能保持你的嗓音非常的亮，非常的。从经唱就是把时间唱得很长，然后通过结合一些剧目，就能在台上能够充分展现自己的才华。你可以跟我们示范一些唱的，唱几句，看看怎么叫基本的功夫。那我就唱一段《后后骂殿》里赵匡胤唱的一段，就几句。就几句可以了。浪狂躁，血石磨，不能尽忠，后天下俱都是高王来封。你唱的时候，就是你用国语唱，还是用国语另外这个比较不同的来唱的？我用的其实不是国语，不是标准的普通话 Mandarin。我用的是因为京剧里面分成京白，就是所谓的普通话，就是国语；还有一个就是韵白，韵白是什么？韵白就是它是通过京剧本来是。来源于湖广一带，湖广是吧？它用的是一种湖广音，中州韵，中州韵，湖广音。我们就是按照它的一些吐字，一些发声的一些咬字啊，我们就是去把它给唱出来。是不是老师每个字都要教我们怎么念？对。如果要学韵白的话，必须老师每个字手把手的去教你一个字一个字，因为光会说普通话是没有用的，因为它跟普通话是有一定区别的。有些字，它有一定的
变化，你很虚拟，所以要学习的话，必须要老师。你现在你是像商人，这个老生跟这个小生有没有不同的？老生和小生是有什么差距还有？对，很有不同。因为老生呢，他是完全用的是真嗓，就是大嗓，大嗓，真嗓的；而小生呢，就像旦角，他是用小嗓，小嗓唱的。所以呢，这是唯一的一个区别，大嗓和小嗓的区别。然后小声呢又不同于旦角，旦角唱的可以很柔，就声音可以放在很柔，而小声呢，它的用的小嗓必须有点阳刚之气，带点火音，所谓的京剧所谓的火音。老生是不是要求更加高？在唱的更难道更高？其实都难。想要练就一条好嗓子，无论是真嗓子、假嗓子，都是很难，都是要通过长时间的去训练才能练就出来。现在你是不是每天都吊嗓子？是，基本上我每天都吊嗓子，因为是习惯了，从小就是在学校里面，每天早上起来，为了嗓子音色的好听和音量的比较大一点，或者说音比较高亢一点，每天就是不停的去训练，所以现在才能到这种。你可以跟我们讲这个你的坐有什么基本功吗？基本功啊，坐的这个手的这个身体的边有什么基本的功？基本功对对，就是根据不同的剧情、不同的一些动作的要求，有很多的动作的固定性，因为剧是一个很程式化的一个剧种，它所有的舞台上的，比如说一指啊，看远方有人来了，这都是有很有讲究的。根据不同的意思，你采用的身上的动作也有所不同。你可以跟我们示范一下，就是用这个马上马上，可以做一点示范手上马鞭。这个就是京剧用的马鞭，它代表的是一匹马。京剧常常用一些道具来代表实在的东西，比如说马啊，比如说一个船桨啊，就能代表一艘船，或者其他一些很多很多东西。下面就来演示一下如何上马，如何下马一些动作。牵着马，然后要上马了，上去了，一条腿上去，再来一条腿上去，我已经上马了，给你的马鞭，马上加鞭，给马上鞭，对，走，已经走了18000里，到了目的地了，我已经下马了。缰绳勒系住马，使得马不跑掉，然后就可以做其他动作。我们知道这个腔很重要，这个念也很重要，这边这个讲话也很重要。对对对对，这个京剧的讲话有没有艺术的性？京剧的念白是相当难的。有句话说的就是千金念白，千金四两唱。因为念白的话，它是没有旋律的；唱的话，它都有和咪发嗦拉嗦哆，它都有旋律可以布置，而且有一定的节奏。然而念的话，念白的话，它必须通过自己来控制节奏。有些时候可以缓慢，有些时候比较催促一点、快一点的节奏，完全根据自己的节奏来。
而且如果念念得好的话，念完念得好的话，你必须要每天练练嘴皮子。我们就是怎么练法呢？就是我听说有一个老先生，他到长城，那时候是冬天，冬天呢长城上不是有一层冰嘛，就是砖上有一层冰，他就不停地对着这个砖去念白，念他的京剧的唱，京剧的那个念白的念段子，然后直到把这个冰念化为止。所以每个人的念白都有自己的特别的不同的地方，是不是？对，你可以有你自己也会唱出念白的方法。对对对，根据自己嗓音，根据自己了解，自己的一些理解，你就能还是不能说是自我发挥，必须先要继承，先要把老师教的原封不动的继承下来，然后自己慢慢发展，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发展。好，最后我们先讲一讲这个关于这个武生的这个你现在这个武生啊很威武，你怎么把这个舞蹈这个练这个基本的功就放进你的这个舞台上？舞蹈的话呢，我们也是从小就是要练的，不管你唱文戏还是唱儿戏，必须刚入进戏校，根本是老师是不会分行的，比如说老生啊、武生、小生，还有丑角是不会分的。根据你的一些条件，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看你的那个基本功怎么样，比如说舞得非常好，翻跟头啊、腰腿功啊非常好，老师就建议你去唱武生或者舞丑。如果条件稍微略逊一点的话，老师就会建议，比如说你的嗓子非常好，老师就会建议你去唱门的老生啊或者小生。但是基本功必须，武打东西必须每天每个人都需要练，因为这是如果要想唱好京剧的话，不练的话所谓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嘛，必须每天练，这样才能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去投入到演出当中。那谢谢你啊，我知道这个戏剧是一个很全面的艺术，这个京剧每一个京剧演员都有很全面的训练。今天很高兴跟你谈话，祝你这次的到多伦多演出成功。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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